野外钓到的鱼带回家里能不能养活。上期说到和我对象夜钓挑战野生大口鲶，结果却没达成愿望，钓了大半宿，最终只收获两条七星鲈鱼。通过这两天的饲养，这两条七星鲈鱼和我的野生黑鱼已经打成了一片，相处的还算和谐，现在只等开口就算定水成功。但没钓上大口鲶始终是我心里的遗憾，所以今天晚上继续挑战，看能不能上野生大口鲶，并且今晚还增加了一个黑科技，海竿挂铃铛，钓得更远，上大口鲶的几率也会更高。所以今晚到底能不能上大口鲶鱼，兄弟们等我的好消息。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奋战，终于咬钩相当激烈，是大口鲶，基本没错了。黑鱼，大口鲶，拉好了，拽线拉，拽线拉。等一下，先喂它，喂它手，先喂它手。OK， 我操，圆梦，圆梦，圆梦。在这守了两三天，终于圆梦了，兄弟们！野生大口鲶尺寸大概50多公分，钓到目标鱼仅仅还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要做的把它带回家，挑战把它养活。回来以后，我们直接给这条来之不易的大口鲶入缸，自带王者气息，刚进来其他鱼就避让不及。对他来说，我的鱼缸还是太小，但只要他能定水成功，我后面一定会给他换一个更宽敞的鱼缸。黑夜才是大口鲶真正的主场，关了鱼缸灯以后，它变得相当活跃。大家觉得我这条大口鲶后续能否养开口？还想看我钓什么鱼带回来养清，打在评论区，我们评论区见。